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明日香的雷鸣。那么下面呢，将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款常用的日式发型。那么整个发型呢是偏向于华丽的风格，当然它是通过比较厚重的底边轮廓线，之后再加上一个偏长的斜刘海，来整体打造出这种华丽的风格。那我们现在呢开始去进行操作颜色。那么我们将会通过挑染呢，使里面之前的粉色部分会呈现偏棕的色彩，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通过整体的涂放去做一个摩卡的颜色。现在呢，我们的模特就是所有的步骤都已经操作完成，通过我们的一个低层次的裁剪以及我们的一个摩卡色呢，就是调整出了整个一个发型的一个质感，通过这个质感达到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华丽的效果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款发型。